进草丛，我们不进草丛，这奥纳夫。可不行，希望啊是个乌鸦 ，OK， 哼，还敢玩乌鸦？啊？还敢玩乌鸦？啊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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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，还敢玩乌鸦？早点摁鸡毛好了，亏了呀，没亏。打中乌鸦就得一只白符撇的。带我去找小妞。带你找只鸟吧，还找小妞？乌鸦是吧？乌鸦。你别着急啊，我告诉你。我先去查个眼儿的，你等我升二的啊，你等我升二了，你千万别让我升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让我升了是吧你啊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叫人是吧？乌鸦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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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叫人？让你敢叫人？别走啊，俺俩指定今天没完。一分钟一个刀，这波有点小炸啊！哎呀，这兵线太差了，这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还跟我，还跟我整个上单乌鸦，还乌鸦还。就我在这等着他，我看你敢不敢出门，小伙子。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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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完了。斧子没撇，没撇好斧子，刚才，哎呀，这斧子没撇好。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那就是我摇滚的方式。这波线他推不过来啊，小问题。乌鸦是吧？你回不去家，我告诉你。乌鸦是吧？哎呦我操！哎，你大爷的！别别别别别！我操了！哎呀，这波他又来赶客了！哇，这人真的好恶心！这波他过来抓我。你妈了！我真的要骂人了！哎呦我操！我这波兵线啊！哎，这凯隐真的很恶心，他这波过来抓我。他这波过来抓我，我可太难受了。这可太闹心了，这边。开战吧！一般人啊，如果被这种被赶上了，那直接就炸。
乌鸦是吧？乌鸦，反甲是吧？乌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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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鸦，乌鸦，你他妈走呗！乌鸦是吧？啊？还出反甲冰心儿？那好使吗？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骂人了 ，I'm sorry。那奥纳夫不骂人，那能行吗？奥纳夫必须得骂人。回家。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补刀，不要看我补刀有多少。嗯，我这小驴人是真烧，我不知道他在烧什么啊！我不知道他在烧什么，我这波没看懂。乌鸦是吧？这波打不过，咬你一命先。啊，不用你在那里烧，我告诉你。德玛西亚，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啊，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你大爷！我把伞给我交了。你别叫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叫人。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，乌鸦，让你乌鸦，还乌鸦，还乌鸦，还叫人儿。我是我塞尔，战甲之王。吃大鼻。不让吃。不要吃算了。他出了冰川圆盾、荆棘背心、布甲、布甲、小皮鞋啊，这是他出的装备。等他一波啊！跟我过来杀他！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啊！乌鸦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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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兄弟，你走！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哎，这斧子撇歪了。哎呀，为什么阿卡丽会在旁边呀？别来了，兄弟。你一来我们就坏事儿，你别来了啊！下波就让我自己来吧。来一波，俺俩全死一波；来一波，俺俩都死一波。俺们俩不行，属性相克，这是俺们俩可能八字不合。再也别来了啊！千万别来了，再也别来了。我们来一波死一波，我们啊、哎、要明白，不能再上第三次当了啊！再一再二没有再三，兄弟。
你觉得你打人掉血吗？那个小破阿卡丽我都让他来，你看他敢不敢来。你就看看他敢不敢到，敢不敢过来，啊？你问问他，他敢不敢来？你大爷的！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回家。出一个水银还出什么水银，还出三速还给我追死的，还出冰心儿，看你像个冰心儿。出西地还西地还红宝石，是吧？乌鸦是吧？啊！乌鸦是吧？乌鸦乌鸦乌鸦是吧？乌鸦乌鸦乌鸦还乌鸦还乌鸦！我是老鹰，让你出冰鞋。这边死了四个，这波可以啊。把这塔拿了，有没有蓝 buff 啊？乌鸦是吧？刻血战斧，走位。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啊，乌鸦，我给你个 Q。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刻血战斧，乌鸦。出个什么呢？俺们先出个荆棘背心，减减伤，直接出个反甲，直接出个反甲，再出一个自然之力，反甲板甲自然之力，反甲板甲自然之力，配一个，配一个什么呢？配一个黑切，配一个黑切。哎，无所谓了，随便出，反正就出右装其实就行了。这奥纳夫就出右装。哇，这女警是穿甲女警。怎么的？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？给我留住人！给我留住人！听见没有？给我留住！谁也别走啊！德玛西亚！哎，给我杀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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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！你怎么没在那边了过来呢？撇中杀 ADC 日女儿是吧，日女儿，我最喜欢日女儿辅助，我撇，给你个辅的，怎么的？他什么意思啊？开眼是吧？把这打了。
天来个针眼儿。阿卡丽是吧？哎，拉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。ADC 是吧 ？ADC， 各界战斧。乌鸦是吧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那跑，可惜啊。早说你有大呀！哎呀呀呀！特写战斧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波不回来好了，心远了心远了，这波心远了。我也不知道那老头有大呀，早知道老头有大我干他。先来个这个，直接黑切吧，直接来个黑切。看绿点忘了，我都没注意呢，绿点真的。ADC 来了 ，ADC 过来了，鲨鱼，可以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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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，日女是吧？啊，日女，刚才就你就你呀、啊？凯隐是吧？凯隐，凯隐是吧？凯隐，凯隐，凯隐。让你赶开我！乌鸦呢？给我找到乌鸦，拆我的塔！发育塔是吧？啊？1800，差400块钱呢。干架之王就是我，走吧，要我说，这不太好打呀。打个蓝 buff， 不要蓝，要蓝没用，我们要红。我们去跟着小驴人看看能不能把那阿卡丽给他收拾了。我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什么意思？跑是吧？怎么跑了呢？他知道我来了？不应该呀。我们需要点魔抗，然后需要一个板甲，就这样。小妞们，这乌鸦很久没找过他了啊！这乌鸦，你给我注意点，我告诉你，我奉劝你给我注意一点。兵不要了 ，ADC 是吧？啊？ADC 是吧 ？ADC 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可血战斧。乌鸦是吧？乌鸦，日女是吧？
阿卡丽是吧？我死了是吧？死就死吧，没关系。哎呀，钻入身体，那够呛了，这女警，快走啊！没什么用啊，咳血没用，没用吗？这都没打够啊，不可思议！哎呀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谢手，我不行，我得来点魔抗，我需要点魔抗，这打我有点疼。而且我还需要点那个减治疗效果的东西。啊，咳血战斧9秒钟，可以。对面的 ADC 没闪现啊、哦，上波把闪用了，这一波给我找到他。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是吧？乌鸦，科学战斧，乌鸦是吧？啊，走呗，抠死这个凯爷，你给我死，人女是吧？人女是吧 ？ADC 是吧？科学战斧，人女给我杀！这人女让他跑了还能？他没有皮还？给我追！你给我减速啊！不是你给我加速啊！你往哪跑？人女是吧？赶紧推中，这一波零换五可以接受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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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哎呀，阿卡丽是吧？还行，打死一个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，往这儿走。开影是吧？给我风筝坏了，给我风筝的，疾跑是吧？真女是吧？嗯，别扶着。一波，能不能一波？快点的。ADC 是吧？啊 ，ADC 是吧 ？ADC， 拆了，撤吧，走吧走吧，先出个振奋。哎，补一个什么呢？蟹手，不要蟹手，补个板甲，跑得快，省得跑得太慢了。这给我风筝呢，给我风筝坏了，给我风筝呢。出一个飞翔，带 E 的板甲，带 E 的月板甲。带我去找小妞。把这大龙打了。是吧？开眼，开眼是吧？科学战斧，女女日女是吧？日女是吧？日女日女，给我大，给我大老头，老头人不给大呢，老头。给 R 啊，老头。
加油吧，兄弟！那老头就给自己打的，老头，哎，我漂亮！那老头有金身呢。女警原地大正常，她是那种穿甲女警，她不是说那平 A 女警。嗯，她玩的穿甲女警，她出的星石收割者，收集者。咱们去打个蓝，然后打个大龙，大龙吧。蓝天有春哥啊？啊，不对，他春哥是凯隐的，怎么是凯隐的春哥呢？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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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快跑！刻血战斧，抠一下。再抠一下。走位，刻血战斧，致命点炎，哇，这都没点死啊！我的天哪，一些大龙啊，这要打不过了，这可怎么整？死，哎呀，还行啊，对面不敢打大龙了，可以接受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！前期发力太猛，开始乏力了。那跟那没关系，我前期发力即使再猛，我也不带乏力的，你放心吧。只是这个英雄稍微有点乏力了啊。关键我没找着那 ADC， 别让我找着他。升个十六级。又干上了呢，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是吧？队友呢？打小龙去了，先打小龙。ADC 是吧 ？ADC，ADC 是吧？啊 ！ADC，ADC。ADC 刻血战斧 ADC 死，哎呀，这也杀不了人，我操了，这个控啊，这个控这个多呀，这放夹，哦，好炸！
老头 MVP， 老什么头 MVP？